这个垃圾桶哦，我觉得我们台铁哦真的是不可思议啊。第一，他为什么要做透明的？因为就怕反恐嘛，恐怖的事件嘛。那就现在又把它贴上去这个东西。从高雄市398车长行调测试2092。啊，又把它贴上这个贴纸，然后也是这么大，把它整个遮住啊。我不晓得是，我们不是说车站的问题啊，说台铁的长官你到底在想什么、啊？哦，相信别的车站应该是现在又贴这个东西嘛，不会说我们台铁的清洁人员无聊啊，把它贴上这个东西啊。他明明就做透明的啊，他不晓得这什么意思。我觉得很多东西啊需要用脑啊，台铁的长官你们需要用脑想。好，到这边。